咱即马阁对迄个第二项加以释，咱即马阁对这個原文阁读一遍。复有一类为心意识于一文意，吼、哦，是与不生意识两义差别可得，同知心意亦。亦应有义，复有一类为不可凡所说众生爱阿赖耶是阿赖耶，乃至广说此中五处蕴说明阿赖耶，有以复为贪贪有六修名阿赖耶，有以复为萨迦耶见名阿赖耶，处定诸事有垢有净，如阿赖耶故作处境，如是安立阿赖耶名，随性闻已，随性闻性安立道理，亦不相应。若不如者，处阿赖耶识安立。彼说阿赖耶名，如是安立，即为最性，温和最性。若我处温名阿赖耶，生恶处中一向苦处，最可厌厌。众生一向不起爱乐，无中执着不能得利，以彼心求宿舍离苦。若贪故乐受名阿赖耶。第四情如以上无有，以必有情相有严格，无中执着亦不应理。若萨迦耶见名阿赖耶，无处正法中信皆无我者，行有严格，无中执着亦不应理。阿赖耶性内我性力，离生恶处一向苦处。求离苦温，人必行无我爱随转，未上求离。随生得数情如以上，有贪故乐，行有严格。阿赖耶识我爱随薄，虽无处正法性盖无我者，严格我见，人无众生我爱随转。是故安立阿赖耶识，名阿赖耶，成就最胜。即马这段内容吼，这段内容咱前日有讲过，有一类的人，有一种的学者，吼，伊个讲心与性，迄、那个义应该是一项，啊文有义安尼，因为文有义就讲心与性三项。啊，即马即种诶人，甲讲心意识诶即个字应该相像，啊，应该相像。即个毋着头前有讲过，即、這个心着一个字阿赖耶识，意着一个字烦恼，对吼？啊，识着个字正六识，即、這个头前已经分析过啊。但是伊即马即个是个，即个菩萨吼，伊是个破讲即种诶人。认为的，哦，认为这个字是肖像，啊，文不同安尼俩，因为这无破那袂使，哦，安尼如果这个个无中也无破吼，以后的学者可能会认为安尼那对安尼，所以我咧讲吼，一句话啦吼，那有讲到瞎说还是臆说，安怎吼，一定要破，这是必然的事代志。我有听一寡在地主讲，别人讲对，甲讲唔对，卖管伊安尼，在良心上真啊未得过，安了解无？你唔通认为安尼，因为一个真真正正有正知见的菩萨吼，会菩萨行者，对于这个非法义德，会耽误众生的，绝对爱破。
啊，了解哦。所以唔通讲事啊，卖破因的代志，随着因去讲，袂使安尼只。啊，了解无？因为菩萨的精神哦，为着要维护正教，维护正法，迄邪说无破袂使。哦，这点注意啊，因为我的责任含恁无同，无得对这句问题吼，伊就甲破嘛，吼、哦。啊！你无破，等于因在小乘的集中，等于对啊，对吼、哦。小乘的这个未集，你讲心意识、意业、文意安尼，啊，等于对啊。好、哦，你若拢卖破就对，等于对。好、哦，你前今仔有听到我讲一句话，有个人讲政治见就是好朋友。今天有看节目的人，安尼敢对？不对啊。好啊，大家嘛，毕竟世间人，大家嘛正嘛叫做善知识啊。迄伫感觉内底人吼，迄大贼个加小贼，迄种好朋友呢。安对吼，啊，迄毋着拢正，迄毋着拢种善知识。听无？啊，朋友拄朋友去啉酒作弄，迄毋拢善知识。搞什么鬼乱讲嘛？对不对？啊，迄无破哪会使进？啊，话你无破，我讲啊，这个法师讲遐落败，啊，所以无敢无一个法师敢讲，吼、哦，知影无？未使讲啊，输啊，去批评人，啊，个人批评就批评，无变哪，吼、哦，咱男子人批评啊，无得看到这小乘的迷境，当然破，安怎啊？唔卡袂。未违和就对了吼，未搁再留落后代的这个行者，吼，伊即马看到，看到讲，这都话都怪怪，啊话怪怪，无中唔敢破，吼，啊即马人就搁对无中的一种看法，吼，应该大家知影吼，爱注意哈，吼，即马来吼，伊即马这个第这三项的特性含意义无什么差别。所以讲心与性，只是文字不同，不可以这样想。所以这个大乘破道，就讲大乘者要破伊的说法，给破伊的道理安尼。哦，这个道理别使省略，因为义甲性，叫我讲是两项。好、哦，在这个含义上差、哦、有真大的差别安尼。好，安怎样？所以世亲个无性，世亲菩萨个无性菩萨讲，讲这个无间断的过去，它叫做义。好、哦，这个义就是个指迄个第七识个烦恼嘛，哈。啊，了别，了别境界的定义分别境界，叫做性。所以这个识就是个指咱人个正六识安尼。好、哦，因为干。眼伊个重要是主外定境，啊那念个重点是指声定嘛，对吼？啊那咱这个第六意识，它个分别安尼，所以这里面讲了别境界，分别境界的这个叫做性，但是义无实际人无共，安都无共啊嘛吼，安尼都无共啊。即嘛来当然心会义。应该咯，因为这个心头前是计讲众生嘛，好，安尼就是讲正六性，啊，甲五执，啊，甲阿赖耶，应该安尼是无共，绝对袂使甲讲小相近，太笼统，吼、哦，安怎样吼？所以总是袂使讲义业文义，安尼袂使近，这就是以理论来推翻。小乘的这个错误见解呢？啊，当然小乘的行者，因的水准是较无够。为什么较无够？因为当初有关阿赖耶、阿多那性、佛陀有预算嘛，哈，对哈，有预算。啊，但是无讲到遐详细。这个阿赖耶是到这大乘期来才讲出来。所以当然，这个在当时佛陀是无讲，啊，无讲当然因个人家己要的。我别要到，凊彩要都未到，
含即嘛会发思。你今仔日如果若是无深入见教，当然你用着文的文的字，啊，你家己凊彩，吼、哦，个别解脱，个别解脱来，当然就一个人读一种安尼，啊，一个人解一种。干那即个净土，西方净土的即个三经一论，我甲看吼，无一个彻底讲了真详细。好、哦，几个叫弘扬西方净土，伊的主点拢无讲到，大多数哈，毋是拢无讲到，大多数拢无讲到三品求生的因地安怎修，大多数人拢讲讲一句念佛安尼。啊，这句念佛的字，佮包括四种字，伊敢若讲起名安尼尔，大多数拢安尼讲，安尼所以耽误众生，哦，这个不对啊！啊，这难免伊安尼会误导嘛，误导别人，哦，因为迄个西方净土三品，诶，这个各各位，哦，伫因地安怎修，这在。经内底都讲到真详细，你若无照这个三品，吼，而且因地伫这个世间修，当然你无可能讲伫迄个年纪内底求生去是要占到第一位的，吼。今仔佛教也无讲哦，所以讲咱后世的人也有时阵有的是看到阿含经，有看到，有的是无看到阿含经，唔知佛陀当初真老。这个阿含经内底对小乘教并无真彻底讲阿德那性，都、就是阿赖耶性，吼、哦，伊若无讲别，咱若无看唔知影咧。啊，所以这个当然是一挂众生都无去体会，讲安尼嘛对啊，因为众生吼，足侪是无智的啦。我你讲个知吼，先入为主，如果伊若看到小乘对这个阿德那啦，对这个心意识啦，当作一体。安尼可能有人接掉咧，吼、哦！啊，那会向看到这本《涅槃经》论的人，伊就会向破，因为无著是一个摩诃萨，伊对这个唯识的内容是比较较彻底嘛，所以有个人地结转得真紧。啊、哦！我当时我那讲一句话，今仔日我那这个弥勒法门要发扬光大，第一就爱咱今仔台湾的佛教界。有认同这个法师有相当的水准，咱要弘扬弥勒净土，较好弘扬。如果今仔日我若是无这个水准，人即马都本来行西方都行得好好啊，咱要甲转过来行道顺，可能真侪浅见的人未承认，承认这个道顺论家这两法三昧。好、哦，即我当时七八年前我就甲啦，有甲咱这人讲这话啊。今仔日好个在多大声啊，深入吼，还当讲出来，所以应该无好行运啊。照讲运啊，无好行。这个弥勒净土要下当弘扬，甲真辉煌啊，可能运爱过一段时间，因为一挂人对咱的心无平衡，哦，啊，所以今仔日无中也无破嘛，袂使啊，这是不得已的，吼、哦。所以唔知阿讲安尼吼，即个就是以理论要推翻小乘的错误见解，吼、哦，符合伊承认心与色的义应该有差别，而且种心义差别，啊，应该即个是有那个加一个心与色有差别安尼，好、哦，恁个听袂变啊，无啥要紧，吼、哦，承认有阿赖耶识的即个别体安尼。那么来，即马用就是要正式对家接落，吼、哦。迄个个有一类诶小乘书，这是第一点哈。世尊讲诶，迄、那个爱诶阿那也是定四种。即、这个爱阿那也是，即、这个就是头前六十二页，六十二页内底有一个爱阿那也是。啊，甲一个乐阿赖耶性，甲这个心阿赖耶，啊，甲这个喜阿赖耶，好、哦，这四种，吼、哦，
这个是指五师文讲的。好，即马一个一种的小乘师是安尼认定。啊，这个五师文是甚么分呢？这个五师文就是计讲五文，前礼拜唔到写着无哈？你好，对，这个温度是给讲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识，哈。但这个色、受、想、行呢，就是咱人众生的各种想念。这个色是指啥呢？指咱人的身体，哈，啊，甲咱人的这个外境。外境当然是牵连到这个色相上味相，啊，甲法安尼。啊，但是这个五蕴初着，大多数是贪爱，这个色，这个是贪爱，贪爱吼，贪爱这个色。这个色当然又包括男女性，啊，甲这个外相，而这个个五尘安尼。我中央五点就讲色声香味触，哈、哦。但是如果伊那是有处着这个贪爱外性，当然就产生真济烦恼。烦恼就讲真济悲喜甲造业。那么来安尼呢，所以叫做处恩安，五处恩。但是这个有一部分的小乘修行者，伊甲接着讲。这个五处恩，哈、哦，第顶四种的爱，爱顶四种就是指五处恩讲的，哈、哦，这句话无着就是要第一要破这个唔对哈，破这种的唔对。但是五处恩，即马记咧哦，迄、那个心经内底有一句，五恩皆空。才会当度一切苦厄嘛，哈！好，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才有见五蕴皆空，才会当度一切苦厄。但是即马即句话讲，五处蕴是出离生死所该下利的对象啊，爱注意这点。你今仔日若是讲有这个外境的感受，你即马就处着。我跟你讲，你绝对无可能出离生死轮回，因为外境的感受、色受嘛，吼，你就起出各种的想念，安尼你就是内心内底有真无正常的这个妄想，啊，无正常妄想，你就会感受了，你就有想要处毒，处毒这个外境。但你若是处毒这个外境呢？你就不可能离开生死，因为你处着外境必定作业，这是必然的代志。啊，那么呢，安尼呢，唔敢关心观自在菩萨讲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你得爱一定照见五蕴皆空。你若会当照见外境的这个性，啊，甲心甲这个个人的感受，啊，甲心的各种想念，这两种是缘起。
可能你就袂去触动这个五蕴，也袂去触动我真相。安尼来，你就可能较会当远离生死轮回。所以今仔日呢，世间的在众生，我那是应该爱蔓延放下下，就讲心对境。啊，甲咱人心对境了后，所感受的起念，你若无放下落，我讲绝对计上，若毋是妄想的作业，这是必然的代志。生妄想对本身也毋对，因为修了后会想，迄个想叫做妄想。啊，你若是今仔日你放下落的话，你就会知影讲，我应该缘起本空。安尼你就较有法度处理生死。啊，你若不明我应该缘起的话，凡夫甲认为讲有诶，你必定积德作业，这是必然的代志。所以现在在讲安尼哈，我主因是处理生死该下你的对象，吼、哦，也就是众生所处得的物件，所以你袂使无放落。合法的人应该今仔日对这个我温心哦，你爱彻底去研究知影，咱人是安怎靠这五阴五温的处得。这对对来，吼、哦，啊你甲放下落，那放袂落吼，我甲你讲，你代志会真麻烦，安怎麻烦？因为你不是有梦想，你内心的妄别观在低咧，较不是有梦想，啊你搁贪着世间，安尼话啦，你总讲有梦想，你并无去进行，毋过迄个梦想都互你延续轮回生死啊，你爱记一句话。就是你内底还阁不干净，不干净就是还阁有遐中上的业性。安尼你看变哪脱离生死吼？爱记一句哈。所以五处温之所以名处，像那个叫做五温，叫做五处温，就是因为含贪着世间快乐的感受。吼，迄句来甲讲也都对。凡夫就是因为贪着世间快乐的感受。绝对有关系安尼，它叫做初温嘛，哦，所以假使若无去贪着快乐的感受，哦，也就无初着安尼，就是因为有贪着这个性，实际包括自相啊，甲男女性，你若无贪着这，就未叫做初温，啊，了解吼？哦，这是一个问题。第二个问题就讲有一类的小乘师，哦，即马个第二头前是计讲五处温，即马来就讲贪着六修，它叫做阿赖耶识的体现。众生第一，伊计做事业，伊是贪着啥？那毋是贪着金钱，就是贪着伊一生的快乐嘛，对吼？应该是安尼，百教不离十。第二，就是伊有钱了，伊就搁要享受啊。这个叫做贪着，这个叫乐受。哦，伊爱要啉酒，爱要食薰，爱要驶好的车，爱要骑洋楼，爱要大别庄，当然伊爱争取啊。若无这物件，要对对来。安尼，伊就是贪着这物件，所以这个叫做初温，吼、哦，这个含头前叫做初温。但是这个贪着的，安尼叫做安那，也是体现。好、哦，那么这句话就讲另外一种小乘者，就是讲众生会贪着六修，它叫做安那，也是因为执着的理由，伊才去讲安尼。好、哦，众生有五见，啊，甲执有自我，就是、看这个身躯啦，为主身体，安怎样吼？啊，对个人的想法、甲看法为健康性，这个叫做五见，所以呢，较起自自我的感觉，因此五见较叫做适合自我生存的这个贪着乐受安尼，家己的想法，哈、哦，迄、那个叫做五见，也叫做哈、哦、五执，众生都是因为安尼，较有适合自我生存的。贪着乐受，有一类一定关系。
哎，卖公关过，这是时即卖时代，是电视讲有钱人去问一个出家师安尼，伊讲咱这众生如何长寿？伊就甲讲，因为即卖这出家人知即阵人哦，拢嫖多淫，啊，性嫖多淫安尼。伊讲咱人若要长寿，最好卖薄淫。也卖贪食，安尼人较会当保持即身心健康，生命较长安尼。啊，像即阵有钱人就讲，安尼我生命长要创啥？即句敢听有？即嘛因就讲生命长要搁贪着，迄个女性甲饮酒。啊，讲既然都禁女性甲禁饮酒。我生命长嘛，无什么意义。听吼，凡夫的未接甲错误伫遮，所以用心之道，吼长寿之道，应该是先节制、女性，吼啊甲薄饮这两项问题，这是最好的这个长寿之道。啊，对这阵人，伊讲啊，那安尼我加食几十年，我唔得敢像做茶头安尼，吼。啊，无你也要快乐，也要母这个身躯哦歹，啊，要精力透支，你哪有可能长寿？安怎吼？所以真来在讲讲安尼，有一种人，我生存是为着贪长乐寿，听无？但咱今学佛的人，迄、那个主点的生存吼，是讲咱嘛是讲加我几年也无歹啦吼，但咱所爱。在这几年的中间，加建立一挂佛地根。咱的意思是安尼。如果我今生会当阁加食二十年，的话啦吼，我二十年绝对无退休。我讲听无，绝对无退休。无退休，我二十年的中间，亲像迄个到即卖印顺道士到十六岁，人已经来写作，这种的人生开始实在有意义。啊，无你一挂人，人孔子讲懦而不恃为之捷啊，是安怎开讲安尼？你食了爱较早死死的，啊，你若唔死，你就是偷世间的物资，啊，做一个活死人尔，迄个叫做懦而不恃为之捷，擦啦，迄个人生都无意义啊。你了解哦？有诶七八十岁，搁再加侮辱去十三四岁啊，十五斤，还算唔是较早死死较好嘛？较袂过再加做寡业，对吼？这是人生吼，你寿命长，你伫世间应该有意义较对，有一个真实际的生活，吼安尼就较对。啊，你若讲食老，你就安尼不富贵，对吼？迄是较早死死的较好安尼。吼，这熟悉的代志，较袂加做一寡业，做人间的歹麻烦。吼，所以种人长寿有啥意思？好，即马来，咱来注意一下。即马来，即句讲，好，即个五根是适合自我生存的即个淡泊乐修。但是，假使无五根，无个人的看法、个人的享受的话啦，就未都未染着乐修安尼。啊，今仔日呢，即马即个是叫止凡夫哦，安听无？但咱即马来甲讲，因为个人的乐修阁无同。咱今仔日亲有颜渊，颜渊安怎吼？伊是乐道，伊是一生乐道。伊这个病，伊甲看作一项，伊无管的。所以伊几乎路行，一旦输一条烟，在路行人不堪其忧，回也不改其乐。这个在论语就得到德行第一的概念，但是可惜一段活到三十二岁，营养不良，因为吃简单的饭尔，啊，甲一寡水啉啉配配，伊就是重要是给乐道，所以君子有道不有病，吼，这款伊的兴趣就无同，啊，那这种凡夫俗子吼，伊就是要贪着。世间的这物质，好，这是另外款的看。
所以呢，伊讲又有一类的小乘者，说阿赖耶见，无即个萨迦耶见，甲是阿赖耶识安尼。以上都是三点，因为即个萨迦耶见就是五见甲新见，对吼？迄、那个在即个八识规矩上来，对我都分出来。新见就讲当即个身躯当作真诶，将家己诶想法当作真诶，即、這个叫做新见，甲即个五见。啊，毋过即马世间人大多数是安尼，即款会真败害，原因在遮。吼、哦，即真败害，即主点是啥？家己想法对咧，啊，则未堪即人讲，就是足侪讲有想要合佛诶人，伊毋对，啊，佮自私就对啦。啊，了解吼、哦？伊就自私，吼、哦！啊，你想伊那那合有法咧？伊唔对，伊个执着，伊个人的看是对的。安尼变哪学的？真正都学无哈。所以以上三种的这个小乘书，哦，拢总集，各人有各人各执一法，就是啥？头前迄三类啦，五趣闻啦吼，啊，甲即个个。贪薄落修啦，啊，甲即个萨迦耶见，因个人有执一法，所以叫做阿赖耶，无承认伊个伊是本色安尼，吼、哦，因为本色犯本色一人下，所以这三种的见解，或者是论著的假设也不得看，论著就讲一定提出来讲的，吼、哦，伊假设唔是一定安尼，可是呢，或者是有薄。真正有真多意见，好、哦，这是小乘有部的讲，佛陀涅槃后三百年，所以伫这个小乘部内得分出来，哈、哦，所以呢，大乘破道的讲大乘者要甲破伊的说法，无、哦、破袂使啊，因为这会耽误众生啊，啊了解吼、哦，所以这几排小乘书因为偏义不了义教。偏义不了义教，这个就是在阿含的东西。佛陀讲阿含经还是不了义，到大乘才是了义。所以因即马因为在小乘教吼，都要看到阿含记的在住阿含，阿准执掉咧。吼、哦，所以已经无殊胜的境地，这个无殊胜的住境地安尼，来个加入住境地。吼、哦，安尼可能较容易知影。因为因烧前三种执法咧，是五趣闻啦吼，执这个个贪着落修啦，执这个杀戒也见啦，这都是因为因无住正地，无住正地呢，所以对这个众生较产生错误。迄、那个无有众生，就是对众生产生错误意思，吼、哦，所以呢有这种无共的未执。所以有处不同，伊就是不同的未执，三种的无共未执，从五处闻，或者是贪着乐受，或者萨迦耶见，看作阿赖耶识的主体，安尼都无对啊，未使安尼执，后壁伊个另外破。所以像这种安立阿赖耶识的名，卖甲讲伊是违背大乘教，就是在因的声闻声教中的道理，嘛是无相应。因为先开讲无相应，因为佛陀伫阿含记中间演说，就讲着阿多那就是阿赖耶嘛吼，啊所以即马即句会较破，破讲恁即种个想法根本有哪含，是恁个人想个咧，根本人佛陀伫迄个都演说出来啊，吼、哦，所以即内底讲道理上个拢无相应，所以你讲吼，真正吼，若无主正地个话吼，我甲你讲。你个就是你兴趣讲经的话吼，可能大大偏差。卖讲这只深的道理了吼，干那迄个浅见的都足侪偏差。吼、哦，地藏经也足侪人家讲嘛吼，对吼，金刚经嘛足侪人讲，心经嘛足侪人家讲，净土三经足侪人家讲，一论都无人敢讲啊。安怎样？但是净土三经应该掠一个偏差。把它当作真的净土，跟它用一句念佛包含一切，哈、哦，所以这个叫做啥？
小见，小见。啊，但要去西方，不是干那你念一句佛陀啊，迄、那个叫做持名。啊，但是不是念佛陀的起的，啊，就无多伊就一万的尔，伊就是只浅的对啦。所以这个叫做伊无彻底研究经藏。啊、哦，所以讲哦，迄、那个叫做初地见的啦哈。虽然伊有偏地佛法。啊、但是七家八教咧，从这个个基督教、加做会啦，什么天主教加做会啦、佛教加做会，拢总相像迄种道理安尼，搞不清楚啦，这未使啊！解脱道归解脱道，善道归善道，未使甲讲从这个信仰拢总相像者。这个家己本身无深入，因顺道师敢破。即马我看一寡法师哦，就是一寡长老嘛，唔敢破，唔敢破迄个基督的偏差。因顺道师敢破，啊！你今仔只家属唔敢破，佛教徒惊惊的，搁再转对基督教去。想一个建筑师，伊就转入基督教。伊当时伫即个佛教内底几十年的佛教徒。到尾，因为伊一寡厝卖袂出去，去信基督了。你唔知看到迄个节目，我唔知影。迄就是好消息，去访问的，拄好浮现两遍，我看到。啊，你甲看，这就是啥？伊人力无清啊！今仔日唔敢讲信佛教了，去信上帝。吼、哦，伊即马阿罗上帝阿罗噶，讲伊得到真正的生命甲圣灵。吼、哦，你唔知看到无？我唔知啦，哈、哦。安尼，我就感觉这个基督教徒，这个一致对人阿无，有那大大的偏差。啊，你今仔日学法的人，你要领导群论，要会当影响吼天人同解脱，你总是爱深入经藏，袂使凊彩掠一个破料啊，啊，就去讲安怎样？安尼袂使，安尼有那是等于非经谤法。哦，这点本来耽误众生，哦，所以即嘛唔敢计讲，牛这个人是足济无主政治嘛，哈、哦，所以亲像这种安立安啊，也姓名，哈、哦，算是违背大乘教，好、哦，就是因伫声闻宣告道理上嘛是无相应，那安尼，哦，迄、那个不如血 A 啊，那也是个大乘地价，就是讲对这啊那也是有特点。去证明啦，证明就不如嘛哈，真证明叫做不如，所以出这个大乘教中所讲安那也是，开了安立的因的所讲的安那也是，安尼定义有分别，意思都分别在心意识都无同啊，安那也是归安那也是，就是知心，万那知意六识归六识，吼、哦，今日在讲啊说。所以出这个大乘高中所讲安那是安立在因所讲安那也是念，安尼就个肯定，所以这个才是究竟最殊胜所安立的。好、哦，那么大乘的见解哦，好、哦，有甚么款的过程？现在大乘对因头前讲的这个有因到底有甚么过程？大乘者，好、哦，一句话哈，好、哦，大乘。的见解对在小乘教因所见解有甚物？就是现在搁在一行一行甲咱讲出来呢。即嘛来即个三种案例，好、哦，第一，以我处闻名阿赖耶识的过失，好、哦，乃耶是众生所普遍念着，好、哦，阿赖耶哈，即嘛即句话啊，阿赖耶识。是一切众生所普遍念着，哈、哦。那么来哈，但是这个五处闻哦，虽然有一部分有情对发生爱着，就讲一五闻有一部分的人，但是并不是真普遍化。咱对五处闻可能都渐渐去放落啊，哈、哦。但不过咱嘛是众生啊，安听无？咱无讲。那么亲像迄、那个，以前嘛来讲过，亲像迄个生伫恶处中的幽静，吼、哦，一向伫苦处
但是对于这个最可严格的五处分，吼、哦，拢常常需求解脱，安尼应该因对五处分一点啊都无心善，吼、哦，所以真来讲，因为五处分会互因对了嘛，在三恶道的在众生啊，知影讲五处分互因对了，啊，其实今仔日三恶道吼。拢总是五处分造成的，哦，就是讲安怎呢？未当彻底体会五蕴皆空，惊众生拢安尼哦。这个就是色、受、想、行。啊，甲性，这五项，今日的众生会对着恶道受着地狱、恶鬼、畜生，以及种三毒所造成的这个痛苦，咱大家拢记好。今日大家呐，讲对这个五蕴也袂当彻底看破，你要搁执着，可能来世你有哪搁再对落。这个听啊听。唔是计讲听听就放落去，即就讲今仔日个人在家技术，啊，佮有男女的家庭，这第一问题来讲一下，恁也是无较紧放落，袂使进。好，第二对这个世间的这个色受想色，好，听无吼？色声香味触，这里色。有包括这个墙，绿色的色有墙，蓝绿色的墙，这个有一个墙的，这个艺术底阵，啊加物质，啊加啥，加音声，吼，啊加这个贪着这个味口味，啊加蓝绿所用的这个芳水，今仔日你若要去欣赏女人的芳水味是先做安怎？我跟你讲，你也是因为芳水。来造成男女间的这个错，你这代志人无放下落吼，我无骗你。譬如讲，你过去食肉都食了关系关系，即马这个肉香，还是口舌味，你若放袂落，你原在继续去作业，要叫你解脱真困难。吼，因为你搁食迄，伊就搁唔对啊。所以即个我，即个你都爱想哦，这物件其实是缘起的物件。我阁讲一个确实，袂使讲男女中每一个都兴趣一个，不可这么讲。就是你有兴趣，安尼来甲讲吼，这个有福德讲安尼。你是这个世间的人吼，信性，孔夫子讲爱有理性，吼、哦、一定要有理性。啊，今日世间对这个敢有真有理性？因为这个是的经济来源呐，食无限的啊，要食到好的啊，哦，对吼、哦，是安尼哦。啊，你今日你来讲，处事无义，算不是爱对了吗？对吼、哦，啊，你要搁再食到好的，食口味的，令你欢喜的，当然你离不开的这个手啊，甲肉嘛。安尼我来讲就无重切啦。啊，这男女色你得爱注意哦，爱有理性。所以孔夫子讲安尼，伊讲将心所欲不如己。敢捌听到这句话？你兴趣是无唔对，但是绝对袂使违背规矩者。合法的人一定爱注重你的言行甲你的贪着，是不是真合理？你若是无万年放下落，我跟你讲，你不可能解脱。我不骗你。啊！但是今仔日对了恶道在众生在幽情，伊就知影讲，因为伊过去贪著五蕴，今仔较造业来对了，所以今仔日因伫痛苦中，伊就知影讲，我若过去卖安尼，今仔日我特别对了三恶道，所以绝对袂使讲用五处分当作安尼也行。即马第一段一个破一个，安尼听有啊？第一段一个破一个代志，即马讲三恶道在众生，伊根本伫苦中，伊就无安尼。但是有苦中有感觉的，应该是伫地狱都有感觉。
因为你若伫轨道，可能有哪有感觉；伫拓性道都无感觉啊。伫轨道内底，伊还佫有即个色伫咧吼。伊今仔落在轨道，看到人间的即个世间，伊嘛有感觉啊。所以伫轨道的人才讲，因为我过去贪中五处分，较来造成落在轨道；因为贪中五处分，较来落在地角道。所以呢，袂使用五处分当作阿赖耶识者。吼、哦，伊第一段就要破这个，哈、哦，比较好哈。这个是讲安尼哈，所以唔客气讲，常常需求解脱脱离啊，一向，哈、哦，不起爱乐啊。哦，所以咧，假使讲伊是五处稳定集中，生起爱乐的道理，这个是讲不通，哈、哦。所以这个大家破讲五处稳，加动作安来也是，这个是唔对。好，即嘛，即个是无德菩萨先破者。第二点，以贪着落修名安啊，也是个过失。好、哦，即句难唔对。伊讲贪着落修，第三界中唯有欲界、甲色界、初禅二初禅二禅三禅有情较有。啊，那即个甲看起来吼，伊即嘛是讲将初禅二禅三禅较有，事实欲界上强。吼、哦，欲界咧，而且众生是贪着这个快乐的享受嘛，吼、哦，所以这个是欲界较有尔。你个想讲阿修罗嘛，贪着迄个啥，迄、那个手啊，所以唔该，不是要去脱离天，含咧脱离天要甲拼，要提手嘛。伊就只有那贪着这个手，啊个欲界诶天人嘛，贪着色啊，所以遐唔该脱离天有一个叫做啥杂乱妄啊。即我伫迄个微末结经就分析过啊，就是那像咱只基督徒讲意思，吼、哦，还天人底下那菩萨啥，啊，等个再起来六变化天，诶，即个个夜魔天、倒数天，吼、哦，迄、那个就如报，但是如报中间嘛是有啊，嘛是有即个个色的即个问题，吼、哦，而且嘛是讲初禅、二禅、三禅有哪个有啦吼，吼、哦哦，不能够将色界的第四禅天、诶净天啦吼、净如天。以上甲这个无色界的诸天，哈、哦，诶，落修都无啊。这是对数想起来都没有，哈、哦。所以如果用这阿赖耶识，哈、哦，迄、那个古比数想以上的胳膊啊，安尼话啦。那么，诶，众生因拢种生有缘结。因为在这个净如第四禅天的这个净如内底人，因在已经无贪着这物件，无贪着这个快乐的享受啊。所以你若要甲讲，讲这个个贪着乐修叫做阿赖耶识，不过因无啊，啊无的中间你要甲讲安尼都不对啊。好，以前这个是讲安尼破这个，所以这乐修的观念讲伊还佫有集中，为集中啦吼。安尼叫这是不合理安尼，好、哦，安了解吼、哦。那么第三，以色界也见名阿赖耶识的过失，因为这个色界也显示果然是有情的一种的迷执，因为色界也见就是心执甲见执嘛，哈、哦，心见甲我见，但是这个在正法中，哦，已经会当信解无我的。我闻无我，初心素德加合合二性无我。那已经会当信解的人，初心缘起，虽有生灭，其实是不生不灭。当然，这个是已经会当信解无我，哈、哦，而不疑的众生。因为学法，直直学学了到尾，你一定爱先知影讲这个身躯假，非真，是因缘的组合，无一个固定性。安尼应该这个身躯是无我。那已经有入手的人，伊是无未去接触这个身躯嘛吼，所以进来底讲，知未成无我，未断我见，见到已成，诶，这个家行有诶有成，这个家行有诶有成，就讲地藏菩萨的进程，因为家行为吼，家行为就是讲，你经过十善十住十行十无用位，要去你地藏菩萨，啊，搁一个四家行四心四观。那么呢，去你个顶观正无我，空无生法，
忍就是不退转，迄款呢，安尼家己阿袂静的进前，好，安那已经静啊，伊就无当作即个身躯有，所以就见得为以后一段五见啊，哦，这个五见我家最讲过，因为两种，一种叫做修行，一种叫做见性。你若无定上初地，你绝对袂当破五见，但是破五见才会当定上初地无生法。所以这个就是讲安尼，哈、哦，所以已经断五见，已经无我，那么，哈、哦，迄、那个旧名叫做正我无我，就讲正我五体无生，迄款的人叫做忍，忍的不退转，哈、哦，伊就是有那会厌恶这个萨克亚见啦，迄、那个个人的看法迄种破嘛，这见书字迄个应该拢破，但是见迄破开当正无生。思想还没破，是到达到未来，到这个佛尊较破，吼、哦，这我捌甲恁讲过，所以还佫有，吼、哦，讲伊还佫有中间佫有集中，会叫做安那，叫这个理论也讲袂通安，安尼听有吧？吼、哦，听有无？吼、哦，这三点就佫分析个，好，休息顺畅，明天准了，哈、哦。